藕开出一个藕，二爷回头直接开吃啊。OK 的，后边直接小丑。但是呢，这波是不进会进的，倒是无所谓啊。但是这面前的机会能获取的不多呀，真是不多呀。打上一个寒冰减速，怎么说我的二爷还能吃两口光？他能够被这个小丑炸掉报纸是最香的呀，二爷。现在第六个报纸伤害不是很高，没有开启狂暴状态呀。这能干掉，说不一定，还真就可以这样打一下。有寒冰攻击在手里，万一再来个灰烬植物，这不就起飞了吗？正好一个大喷菇打群体伤害，后面的智力给我来一堆灰烬植物。OK， 那这还有一个白眼吧？这个被二爷干掉的话，场面上就没机会了。好的，果然开局想过关，做的是春秋大梦啊。像这种开局就来挺烦人的，说句实话哦，他这波不能影响小丑出来，所以说这个尽量往后放一点，但是呢当一个炮灰足足有余啊。完了，这波打上又没给机会，大哥真不能这么玩吧。小鬼是肯定可以扔的，这波二爷来两口，后边这个白眼还被打了一发火爆辣椒的伤害，可以扔。然后我再打一发，这波真能给他打掉，我觉得。哟呵，坏了事儿了，这中路要是不给机会又废了，真的是服了。二爷，这牙就剩两颗了，也挺为难他的。说句实话，真的真挺为难二爷的。你看，你仔细看，是不是只剩两颗牙了？还挺厉害。好吧，好吧，全看他了。炮灰植物安排，后面这个机会能够获取安排 ，OK 的两发玉米大炮，很香啊！这一波不进会进植物的朋友们，毕竟有这个红眼在场上，他这波一波连续出，所以说我这可以不用。OK， 二爷直接开冲锋状态，先炸一发人波小鬼，直接这一发得炸面前，我用黄金 CP 就位，我用放上放上放上 ，OK 了。这两边的这个虽然说给的挺多，但是这跟普通豌豆没什么分别呀。那么我尽量多放几个，好吧？这多余的时间来不及，咱也没办法了。先把白眼这一路干掉，下路的应该没问题，拿下了。那这场面上又来两个玉米大炮，就是说的吧，可以小小的追求一下对称啊。这个数量肯定是追求不了的。但是这个格式呢是可以追求一下的，下路应该是